有这回要不要？我把角色讲完。也好，成功。先把这三只看一下好了，然后你时装开起来，顺便你看一下主角时装一起给你们看。那这一套是血汗。这是新人中等骑士的，先选你觉得比较帅的练总等级十等，一二三四，那你就是要一直去有没有？为什么这只的那个就比较高啊？不是已经那个了吗？草屁哦！啊，还真的要完成啊！我不懂。嗯，那你可以合作出售哈，全副玩家。夏喜寒。先几月几号啊？欸，我以为一直都是夏奇涵欸。昨天也是他吗？怎么对他有点印象？